走一个斜直角肩落肩，所以他的手非常的瘦。第二个呢，他是完全吸水，可是我们居间架的吸水是完全软料亲肤的那一种哦，没有那种太粗啊不舒服的感觉。再来胶印的部分，你可以我常常跟大家讲哦，你可以闭着眼睛摸看看，因为我们家的胶印就是不会粘黏哦，那你洗涤的时候也不会这样噗啊要龟裂哦。好，所以呢我觉得整体的质感颜色配色都非常的舒服。第二件事情，这个衣服是长怎样呢？它其实是一个宽版 S 号 M 号然后都可以穿，那你就一个颜色。那我跟大家讲，里面要不要穿就是像我这样 oversize， 你家里的短裤也可以，或者要买今天剧院也可以，我等。